来来来，我们先开会。好，来来来来，朋友们，我们这个编剧部已经成立了。好，好，我们先饮了这一碗，干，干了，干了，干了，大家有福同享，有难自己当。嗯，好水，好水，好水，好，我们这样，因为我们需要全心全力办好每一场专场。好，我先宣布一下我们这次专场的李诞请来的行业嘉宾的名单，这个非常振奋人心啊。来，首先第一个，我们的消防员，黄浦区防火监督二处工程师刘长俊啊，非常帅啊，哇，非常帅。在线下消防主题专场讲过脱口秀，哎呀，有线下经验。然后我们有第二位啊，这个名字又很棒，周杰。哦，是，不要点火。啊，不是那个周杰了，是上海，用鼻孔灭火啊。这个上海市公安局刑警总队警察，上海市反电信网络诈骗中心探长。哇，第三个。第三个朋友们厉害了，哇，不用介绍了，谁谁谁，谭乔啊，谭谭教授，你这该走哪儿啊？大日山桥，是大日山桥，不，我是说你走哪根道吗？你这个叫春花大道，啊，听懂掌声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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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接下来就是艺人嘉宾名单，哇。大家之前都拭目以待啊，都自己在 PPT 里边也写了自己想要的艺人，叫做李诞。这个啊，没有，我先介绍他是谁，我先说一下条件，他的爸爸是一名警察。对，他李诞，李诞，李诞，就是李诞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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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诞。第二条，他演过女警。李诞，李诞演过，演过我的妈妈嘛。对，李诞。他还在国防教育节目中体验过军人生活。哇，很接近了。杨幂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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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真的？我说的杨丽，我这也能蒙对啊？很接近，很接近。所以你觉得我很接近杨幂是吗？是拼音上的。最后一个啊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。你说第一条一个大家就能猜到，多次扮演警察形象，哎，还有一条更关键的，从影五十余年，五十余年，洪金宝，梁朝伟，梁朝伟，梁朝伟，没有，他们还没有五十余年，五十余年，洪金宝，六十多，成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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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成龙，成龙，太棒了！成龙，成龙，不可能吧？那这还策划啥？这不用策划了。一扫我之前的阴霾，我们俱乐部，来，再干一杯，再喝一个，敬大哥，谢谢大哥，大哥太棒了。然后。我们先把基本的节目先定一定。嗯，这场演出已经有五个嘉宾了嘛，所以他们五个一定是要上的。然后我们还要有两个脱口秀演员自己的节目。那他俩那个漫才嘛？对，我觉得这个漫才一定是可以的。那就试试，可以试，那就试试。然后就是我们六个人里面再出一个脱口秀吧。那我身先士卒。哎呀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然后接下来我们就把这些演员分配给大家。首先杨幂就给杨丽嘛，谭乔也分给你们。好。唐骏和周杰，就庞博和广志，好呀，好不好？好。国仔呢？嗯。那么不出意外的话，就负责我们的成龙大哥。成龙大哥啊！我俩哥跟着一起负责，我跟对领导了啊！等会儿，没事，你就负责一下嘛，对吧？行，没问题，老大对老大。行，没问题，行。没问题，谢谢。好，来吧，你们要自己拉自己的嘉宾了，大家可以先加一下。啊，先打个招呼。
喂喂 ，Hello Hello， 常俊你好，我是庞博。哎，你好，庞博，你好。Hello Hello， 周杰老师好。哎，周杰老师好，我是那个广志。哎，庞哥好。哎，你好，你好。终于这个见到这个我的偶像了。那咱明天几点见啊？我们想过去跟您体验一下，就是您的那个生活。两点钟看行不行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不敢那啥，你来吧，你搜搜吧，我不敢跟他们搜搜。我这这里面真的有大哥呀、啊？真的假的呀？真的是大哥，真大哥。看我们这，我们怎么跟大哥沟通啊？还说呢？成龙大哥不敢打招呼怎么办？哇，啊，谁？大哥发了个语音，真的假的？啊、真的是大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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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太震惊了，太震惊了，放。李诞跟我说，你们正在筹备一场专场，向警察和消防员这些守护我们安全的人致敬。我呢，演警察也演了几十年了，有很多故事可以跟大家分享跟聊聊的。到时候，我的陈家班兄弟们也会一起来，我们现场见。哦，真的会来？哇，还有陈家班兄弟啊！那我们有开场了。说一下，哎，你是不是这个班的？啥玩意儿、啊？成家班，成龙、成露，谁搞是要扣钱的？来，再干一杯！敬大哥，大哥太棒了！来来来来，朋友们，我们会有一个公共的账号，就是轻轻松松宇宙最强，然后用这个微博账号发一条微博，然后大家都要转一转，就是让大家来收集，因为有个热线嘛，到时候会真的打。好。我转了，我转了，我也 OK 了。好了，这个我们一天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啊！我这是我们成立的第一天呀，然后明天呢就把想问的素材可以多问一点啊，然后多多体验一下。好啊，然后争取我们搞一个非常完美的专场。好，好，那我们就今天正式下班了。好，好，走吧，我们结束吧。来来，我们关灯。下班了，关门了、啊、这回来来来锁门吧。哎呀，关门仪式，我觉得我这个前台工作你就负责一下吧。那我明天是不是就得第一个来呀、啊？对呀、啊，不然你不能走。下班了，下班了，走吧，我骑电动车走，我骑电动车走。慢点，慢点，广志、啊。你怎么拿我们东西了？啊，垃圾啊，垃圾、啊！我拿你们东西了。杨丽，你这么有家的意思了，现在已经。公司是你家，你拿着吧，你拿着吧。这我找个垃圾桶啊。走、啊、走呗，下班了，下班了。咱们像一帮创业的大学生，啊，可太累了。